虽然公司和实验室都已经关闭了，但是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一下。你在同意书上签个字吧，顾先生，你看完了吗？那你需不需要再考虑一下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虽然曾经是我们的客户。 所以你说的条件，我们务必要满足。但是在这个时候恢复普通模式，就等同于自杀。之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因为没有人想要缩短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我是觉得你应该再考虑。不用再考虑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帮我恢复吧。那我们开始吧。 这位同学，这位先生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对啊，你是在等人吗？是啊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在等你的女朋友？当然了，我在等我女朋友。哎呀，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，不然我女朋友出来看见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吃醋的。胡说八道，哪有那么小气啊？来，你喜欢喝的。谢谢。 太爽了，考得怎么样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，遇到好的老师，想不拿高分都难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有一道题是我们在美术馆的项目里遇到过的问题，我很轻松就答上来了。是吗？你说这是？你怎么突然会笑了？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你笑了。我以前不会笑，我这不就是为了配合你高兴的情绪吗？让你放松放松。 我还以为你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在想什么呢？终于考完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不然我们去祖屋？那我带着奶奶姑姑一起吧。好啊，走。 妈，哎呦，睡着了。妈，妈妈，睡着啦？哎呦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咦，你猜？喂，这条路我好像认识哎。哎，咱们是不是回家啦？对，咱们就是要回家。嘿嘿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<笑>看把我妈给高兴的。 哎呦哎呦，这跟我们原来的房子简直是一模一样哎！妈，你快来看看，是不是还认不认得出来？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怎么能不认识呢？真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墙和地基呢，已经建好了，外观也不会改变太多，只要奶奶看上一眼，就能认出这是咱们家。<笑>
小宁啊，你现在也是出息了啊，真高兴。那你爸爸都没有完成的事情，让你完成了。姑姑说到这个就激动。姑姑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，咱不难过了啊。哎，对，不难过，不说了。顾总啊，我也知道啊，咱们今天这个家你是大部分的功劳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看在你是我们将来一家人的份上啊，姑姑这就啊，不跟你感谢了。不用客气的，姑姑。姑姑，说什么呢？顾川，今天那些工人怎么都不在啊？哦，他们今天休息。你明天过来的时候要跟他们叮嘱一下，这次防水层做的不够好。好，这院子一收拾啊，多漂亮啊！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得去看看老邻居。妈，你不要吓我，你怎么现在不糊涂了啊？哎呦，老说我糊涂，我不爱听，不爱听，不爱听。谁家我不认识啊？好，行行行，那你挨家挨户的一个个带我再去认识认识，行不行啊？我这么多年都没见了，我都不认识嘞。哎呀，嗯，娘亲，啊，妈，妈，你别吓我，妈，妈。别着急了，奶奶一定会没事的。我就一直觉得他老犯困，肯定没什么好事，但也没有想到一下子怎么会这么严重。都怪我，我不该带他回祖屋的。怎么能怪你呢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